啊，那过来来看，好比铁山、基山以及离的水利沟，杂草发芽、龟死个，严重去影响到水流以及下游产地农耕作业。中华农产水利会接到好比顶面代表陈炳宪的申请，是马上来拨经费进行疏浚工作，协助农民来解决问题。河尾铁山、基山以及离的水利沟杂草真多，严重影响水流，甚至杂草阁生到路面，根本分袂清楚马路甲水沟的交界，非常危险。河尾农产水利会委员直接就定情，马上派人来疏浚。这铁山、基山以及离啦，因为靠草木真多啦，啊，做田的拢无得饮水啊，拄着即个拄咱的地面代表，阮着阁阿贤咧讲，啊，我阁。去甲会长讲，会长就紧随时派人要来做啊啦吼。啊，这条水的灌溉沟吼，关系到下游几啊家产的这个饮水问题啦。啊，即摆草会使讲啊，啊发两三尺高，影响到水流哦。下游要饮水会使足困难的。啊，今个李平甲我反映吼，啊，我来甲反映这个水流的业根本代表，也使讲真用心啦吼。反正他一个月尔，伊就安尼吼啊。提拨经费哦，按这个水利争取经费，这个时间了啊，会有这个灌溉啊，就会使较无这个困难之类哦。叶金榜委员表示，这个疏浚的范围大约400公尺，希望完工了后，会当有效解决地方农民进产饮水的难题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彩宏报道。